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请掀开圣学根之根《三字经》，我们从第一册第43页的第四行开始看起。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这句经文所说的，是汉高祖刘邦兴起，建立起了汉朝的基业。那么刘邦也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位平民的皇帝，至孝平，这是西汉传到了第11代，也就是汉平帝的时候呢，王莽篡，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叫做王莽篡汉，也就是这个帝位被外戚王莽夺取了。那么王莽篡汉之后，这个国号啊，就改为新。那么，在汉朝初年，我们看到啊，在经历了楚汉战争之后，高皇帝刘邦他即位了。即位之后啊，在天下初平的时候，就是天下刚刚太平的时候啊，那么在汉朝初年，就开始有许多政治，包括治理作乐等方面的这些措施。而在汉朝开国的时候，有几位非常著名的开国的功臣，他们是帮助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甚至帮助他来治理天下，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汉朝开国的几位著名的人物啊。首先是萧何，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的生平啊，以及他们辅佐刘邦种种的功业。那么萧何，作为汉朝的开国三杰其中的一位，他是汉沛人。那么早年呢，他是在秦朝的时期，在沛县这个地方是担任狱吏。
而在当时，汉高祖刘邦他还是一个小小的亭长，所以算是他的下属。那么，身为同乡，当时萧何他就发现刘邦这个人他虽然是一个平民，出身非常微寒，可是呢，他的言谈举止看起来是气宇不凡，所以萧何对他呢，总是特别的照顾。而刘邦这个人，他比较疏狂，那么比较不拘小节，常常呢会犯很多的过错，但是萧何都不放在心上，并且常常替他掩盖这些过错，所以刘邦对于萧何这个人呢，就非常的感激，并且呢跟他也保持了一种很好的关系。那么我们上一节课有谈到过，当刘邦在秦朝末年的时候，刘邦带领军队攻入咸阳的时候当时有许多的将领他们都忙着去争夺这些金银财宝。但是，只有萧何，他非常有远见，有深谋远虑，所以在进入咸阳的时候他并没有忙着去抢这些金银财宝，而是呢，把秦朝他们的丞相和御史这些官员他们所收集的这些图书、律令、种种的资料整理收集起来。那么，通过秦朝的这些资料呢，他就对于整个国家比如说百姓的这些户口。还有天下的官色等等资料，等等资料呢，他都掌握在手上，并且也通过这些资料能够了解民生的疾苦。那么萧何的这些做法呢，为后来他能够帮助刘邦把大汉王朝建立起来。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把秦朝所留下来的这些律令图书这些资料，他都掌握在手上。那么后来项羽跟诸侯呢，他们在咸阳大肆的屠杀，甚至焚城到处的放火杀人，然后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封刘邦为汉王，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刘邦就把他非常信任的萧何封为丞相。那么作为刘邦非常重要的一个左膀右臂。在秦朝末年的楚汉战争当中，萧何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在最初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实力方面呢，刘邦是远远不如项羽的。所以，每当战争失利的时候，或者在紧急关头的时候
萧何他总是想方设法呢，把这些军需的粮草啊，或者是要需要增援的兵马啊，及时的送到前线，好，就是使得刘邦呢能够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常常啊在这些战争的险要的关头能够化险为夷。好，这是萧何他的功绩。那么萧何他还有许多非常令人称道的美德，比如说他非常的节俭，甚至于呢他治田宅，无论是田产还是房屋啊，他呢都选择比较偏僻荒芜的地方，而且呢不设围墙，因为他觉得他的后世子孙如果能够秉持着祖先的德行的话，那么就能够勤俭持家，以俭养德。那么如果后世子孙没有这些美好的品德的时候啊，他所拥有的这些偏僻的田产啊，住宅啊，一般呢、也不会被这些有势力的人给夺走，因为谁也看不上啊。而当时作为刘邦的丞相，他是他的左膀右臂，那么萧何他非常有仁爱之心，他能够了解民生的疾苦和老百姓的需要，所以处处呢都把老百姓放在自己的心上，因此他在施政的过程当中是以仁德来治理，辅佐这个汉高祖来治理天下。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汉朝初年的时候，因为刘邦这个人疑心比较重，你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时候他需要你，他任用你，可是天下太平的时候，如果你的功劳太大，功高震主啊，那么刘邦呢就会对他产生怀疑，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君王，因此在汉朝初年也有许多杀戮功臣的这些事件发生，包括后来的韩信啊，我们后面会介绍到，在这个时候呢也未能幸免于难。我们看一下这个雪宫老人中国历史纲目当中就有谈到高皇帝刘邦，他在汉朝初年这些杀戮功臣这些事情啊，有的是跟刘邦有关，那么有的是跟吕后啊有关系的，这些历史呢有许多人啊，我们知道老子曾经说过，功臣身退，天之道也。那么当你了解这个君主有这种猜疑之心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功臣身退，急流勇退的话，那么有许多人啊往往最后的结果就是身败名裂啊，甚至自身都难保。那么萧何他作为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成熟的一个人，他对于刘邦的这个性格也非常的了解，所以呢他审时度势啊，适时的就知道要急流勇退，他懂得权衡利弊，懂得顺应时势，所以呢最后啊得以明哲保身。死后呢这个视为文忠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辅佐君王的大臣，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啊，也要学会许多人生的道理啊，就是他应该如何自处，如何应对进退，这些呢都是有高度的智慧在其中。好，这是萧何。那么和萧何相比之下呀，作为同样是西汉开国三杰之一的韩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出，韩信他虽然是非常有军事的才能啊，但是跟萧何相比呀，他在政治上呢就没有他那么成熟。这个审时度势如何进退的这个方面呢，他的这种敏锐度跟成熟度跟萧何比起来还是有点差距的。好，我们来简单看一下韩信的生平其实谈到韩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以前呢，我们也有分享过他的这个故事在他少年的时期就能够看出这个人他的一种特性和品格。那么韩信他是淮阴人，他跟彭越和英布他们三个人呢，是并称为汉朝初年的三大名将。那换句话说，他的军事方面的才能是非常卓越、非常突出的。在《史记·淮阴侯列传》当中，有清楚地记载了韩信的一生，特别是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战功。我们想这个楚汉战争，汉军能够以少胜多，最终取得胜利。这个呢，当然和这些谋臣出谋划策有关。但是跟这些猛将能够在战场当中善于带兵打仗，这个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那我们知道韩信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那么这段历史我们之前在学根之根的课程当中曾经分享过。从他受胯下之辱的这个过程，其实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一种个性，以及呢，他具有长远的目标与志向所以呢，在他年纪很轻的时候你看他受到这种侮辱要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可是作为韩信，他能够及时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与行为不会因为小事而发生一些鲁莽的这些冲突。我们想想看，如果当时他在面对人们对他的侮辱的时候不能忍受或者是大打出手那么也许呢就没有日后的这个淮阴侯韩信了。所以苏东坡他曾经在《留侯论》当中曾经写过从古到今这些豪杰之士他一定呢有过人的节操比如说就像韩信这样子人情所不能忍耐的事情呢，他都能够忍耐。所以苏东坡说天下有大勇者。什么算是大勇呢？他接着说猝然临之而不惊。这个我们可以解释为就像之前谈过的
这个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具有这样的气度，无故加之而不怒。你看人家无缘无故加到你身上的这些侮辱也好，诽谤也好，你看他面对这种境缘的时候，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掌握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而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做出一些鲁莽的行为，这个就体现出了他不同于常人的一种个性。那么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呢？下面说啊，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也就是说他有超乎常人的地方，包括他远大的志向等等的。那么这些呢，就能够使得他呢能够做到处变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作为一个大勇之人，作为一个大丈夫，他具有这种能屈能伸，能够忍受得了胯下之辱的气节。那么包括他受这个嫖母给他的恩惠啊，后来他能够知恩报恩，像这些品德呢，都是作为汉初名将的韩信他身上具有的一种超乎常人的品德。所以后来韩信呢，果然呢，当这种天时地利人和都具足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能够施展他的军事才干了。他后来呢被拜为大将军，在秦朝末年的楚汉战争当中呢，他率领汉军呢取得了很多战役的胜利，包括他的这些军事上的功绩，包括暗度陈仓啊，收复关中啊，那么最后呢拿下魏国、代国、赵国、燕国和齐国，然后灭楚兴汉，这些军事的功绩呢都和韩信是离不开的，也是和他在用兵方面有超乎常人的才干这种特性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时的楚汉人呢给他很高的一个评价，说他是国士无双。那么后世之人评价他说言兵莫过孙武。我们知道孙武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军事才能的人，而用兵呢莫过韩信。那么韩信呢是在实际上带兵打仗的时候他很善于用兵，所以他在这个灭楚兴汉的过程当中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获得三不死的承诺。这三不死是哪三不死呢？就是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不杀。由此可知他这个功劳确实是非常之大。但是呢我们前面说过刘邦他确实是一个这个比较有疑心的人，在战争当中他需要用这些人才，这个时候还没有明显的凸显出这个刘邦和他的臣子之间的矛盾，然而天下太平之后那么这些人功劳太高，功高震主所以刘邦就开始要削弱他的这个势力。
那么后来呢，又以诬告韩信谋反，把他贬为淮阴侯。所以这种对他的这种处分呢，就如同把他软禁起来一样啊。所以后来呢，韩信他就利用他被软禁的这个时间呢，他和张良呢就去一起整理一些先秦的兵法的著作啊，所以他也完成了这个韩信的兵法三篇。那么可惜呢，这个兵法到后世就已经失传了。那么后来呢，是吕后把韩信又至长乐宫最后呢是以谋反的这个名义呢把他杀死了。而韩信死的时候只有33岁，非常的年轻。那么他在死之前就感叹说果然就如同世人所说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就是最后他虽然具有这种卓越的军事才干，而且帮助刘邦打下天下，但是最终呢，他自己却不能够明哲保身最后呢，还是不免于这个汉初杀戮功臣的这样的灾难这是韩信再来我们看一下张良。张良字子房，他是颍川城父人，就是我们今天的河南他生在新郑这一带。那么他的出身呢，是出身于韩国的门阀。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秦始皇他灭韩的时候当时呢，张良是怀着国仇家恨所以呢，他找来刺客，想要去刺杀秦始皇这是报自己国家当时秦朝秦灭韩的这种深仇大恨那么后来呢，在博浪沙这个地方，张良所派的这个刺客呢。他要刺杀秦始皇，但是呢，那个时候没有成功，他误中了覆车，所以后来秦始皇非常震怒就在全天下呢要缉拿这个要谋害他的凶手所以这个时候张良他只好改名换姓逃亡。那么，在《史记·留侯世家》当中有记载，张良和这个夷上的一位老人之间的这个故事这个我们在学前面续小儿语的时候我们有学过这段故事。但是有一次，张良呢，他在夷上遇到一位老人那么这位老人呢？他的鞋子掉到了这个夷下，于是呢，他就跟张良说说你到这个桥下呢，去帮我把鞋子拿上来结果想不到张良呢，看到这个老人家这样子他恭恭敬敬的去把鞋子呢。就拿上来，提上来给这位老人于是这个老人就跟他说呢，说孺子可教也于是跟他约好了过几天之后到这个夷桥边来等他。
结果张良看的这个老人是仙风道骨啊，这个相貌不同寻常，所以他后来呢就这个，因为他在这个宜桥这个地方啊，就是帮老人穿这个鞋啊，这位老人家先后试探了他三次啊，那么他都恭恭敬敬的去帮老人啊把这个鞋子啊找回来，并且帮他穿好，这种特别恭敬的真诚的态度呢，确实也感动了这个老人家啊，所以后来呢这位老人家就送给他一本书啊，并且跟他说呢，如果你把这本书能够读通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帮助国军来治理和统帅三军。那么老人就是把这本书啊，这本书也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太公兵法》，老人把这本书送给他之后呢，就跟他约好这个13年后啊，在冀北的古城山下，你去看到一块黄石，这块黄石就是我。所以后来张良呢，他就日夜的研读这个老人传给他的这部兵书，后来呢他也就成为了一位啊精通战略的一位军事家。那么在汉高祖刘邦他起兵在这个要平定天下的时候呢，张良就成为了刘邦非常重要的一位谋臣，帮助他出谋划策啊，最后呢灭了项羽，平定了天下。那么于是后来呢他这个遵守和老人之间的约定啊，他经过冀北古城的时候就看到了老人所说的那块黄石，于是张良呢就派人呢建了一个祠堂来祭拜他并且感恩这位老人当年对他的教导和提携之恩。后来在这个汉朝平定天下之后呢，汉高祖刘邦就封张良为留侯。所以汉朝初年，我们说汉初三杰所指的呢就是这个萧何、韩信和张良。那么这个是张良的简单的这个生平介绍。好，那么我们再来看陈平。那么陈平呢，他也是西汉初年的开国的功臣。他字如雨，是汉阳武人。那么从小呢，他家里非常贫穷，但是呢，他很喜欢读书。而且陈平自小呢，他的相貌就不同寻常，是相貌堂堂，如同冠玉一样，而且他从小就有非常远大的志向。那么在这个早年呢，他担任宰礼中舍的时候，他为乡里的这个父老乡亲们分肉啊，就分得很公平，所以家乡的父老呢都觉得他做事做得非常妥当，所以他们也都很满意。而当时陈平啊，他特别有自信，他认为呢，如果让我呀能够这个主宰天下的话呀，也会跟分这个肉一样公平。所以后来呢，他在楚汉战争当中，他担任刘邦的都督和中尉，
在许多重要的决策的过程当中，他都有参与。那么于是呢，就在许多的这些紧要的关头啊，他也对刘邦呢可以说是有救命之恩。比如说呢，这个在初年，他曾经打通匈奴单于的夫人，最后呢把被困在白登的这个刘邦把他拯救出来。所以很多次呢他都对刘邦有救命之恩，所以刘邦对他是非常的信任的。这可以看出这个陈平他本身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人。因此我们看到在西汉开国的这些大臣当中，有许多人都没有好下场。比如说像韩信，他最后是被杀了。张良呢，他也是远离朝廷。而萧何啊，他也是在后来这个审时度势，在进退当中呢也是想尽办法要明哲保身呢。但是呢只有陈平他最为刘邦所信任，所以呢他始终呢都没有遭遇到这个君王对他的猜疑。那么从这里看出呢，他这种谋略不仅是帮助刘邦建立了西汉，并且呢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建立和稳固他都做出了应该有的贡献，同时呢他还能够这个具有甚至于可以说比萧何更成熟的政治智慧和敏感度。所以在这种非常险恶的政治斗争当中，他还能够摆脱困境。这是陈平的生平的简介啊。好，那么我们通过对于这个汉朝初年这几位开国功臣的介绍呢，那么对于这个汉高祖刘邦能够这个打败项羽平定天下，我们可以看出他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都不可的。好，那么到了这个汉朝刘邦之后啊，还有一段这个比较历史上称为盛世的时期就是这个文景之治那么这个是孝文帝和孝景帝他们当政的时候呢，那么当时呢确实天下呢是非常太平的。因为在汉朝初年，大家知道经历这个秦朝末年的战争之后，其实整个国家这个力量都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削弱包括农业的生产啊，各个方面的士农工商各个行业的发展在战争当中其实受到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在西汉的时期呢，特别是汉文帝和汉景帝在当政的时期，他们就非常重视要让老百姓能够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可以从事于生产劳动。这就是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个时候呢，他们是倡导以农为本的，因为一定要能够发展生产国家呢才有一个坚实的经济的基础，那么百姓的生活才能够安定因此他们不但是倡导农业的生产，而且呢对于老百姓的赋税这个方面呢，他们也推行的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这样的，好，这种非常宽和的一种休养生息的政策，就让老百姓他们的生产生活都能够得到恢复和发展。好，所以这个期间，好，就是文景之治的过程当中呢，好，国力呀，就显著的增强。而在班固的《汉书》当中就记载，好，这就是在汉文帝的时期啊。他说："太仓有不时之粟，都内有朽冠之钱。"好，也就是说，当时这个粮食啊是多到啊吃都吃不完，好，而且钱是多到这个穿钱的绳子都放到腐朽了。那么这段历史时期就是文景之治，而且呢，不但是如此，这个孝文帝和孝景帝啊，在他们治理国家的时期，还有许多这个非常好的政策，比如说他非常啊，孝文帝他非常敬老爱幼，那么那时候呢。他非常注重了去赡养这些普天之下年纪大的老人，就是80岁以上的老人呐，每个月呢，政府都会赐给他米、酒还有肉，好，就是他所需要的这些食物啊、粮食啊，都是朝廷负责供给的。那么到90以上的这些老人呢，就加上薄絮啊，这些可以让他啊这个吃得饱、穿得暖啊，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呐，啊，都是由朝廷负责来供给这些年纪大的老人啊，所以这是体现出他的这种敬老的德政啊。好，这一点呢。和我们在《礼运大同篇》当中所看到的啊，这个老有所终这种政治理想呢，可以说在汉文帝的时期啊，也得到很好的一种体现啊。此外呢，包括啊举孝廉的这种政策啊，也是在这个时期呢，啊特别提出来。那我们知道呢。一个国家啊，他要把天下治理好，一定呢是需要许许多多的啊贤德的人才来辅佐啊。那么，如何把这些人才能够选拔出来呢？那么我们中国古人非常了解啊，所谓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啊。因此呢，如果这个人他既孝顺又能做到廉洁有守的话，那么把他推举出来担任官员，他一定是一个好官啊。所以举孝廉啊，这个政策也是文景之治时期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啊举贤的措施啊。再来呢，这个孝文帝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啊。我们看，这也是许公老人他这个《中国历史纲目》当中就有提到文景之治啊，其中文帝之政的最后一条，你看他是亲耕啊，好，这个皇帝亲耕。那么我们之前有谈过，皇帝他每年都要亲自耕种，来体现出对于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视。那么这个做法呢，在汉朝孝文帝的时期呢，啊，就啊做得非常之好，好，这是皇帝亲自来耕种，好，这样天下的老百姓看到君王都这么重视农业生产，那么他们呢也都很有信心，很有动力呢，要把农业生产这个方面呢把它做好啊。再来呢是皇后。亲丧奉祭服，啊，所以这个在可以看出，在汉文帝时期，无论是啊帝王还是皇后，
他们呢，都是为天下的老百姓做出了非常好的这个表率。因此，文景之治呢，确实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段呢这个盛世。那么接着我们来看汉武帝。汉武帝呢，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啊。那么，因为他的这个在位期间，他在各个方面的这些作为啊，对后世也产生很深的影响。那么可以说呢，汉武帝他在位的时候啊，就奠定了整个西汉王朝这种非常强盛的局面啊。所以我们常常听说秦皇汉武并称所谓功莫大于秦皇汉武这是后世之人对他的一个评价啊。那么汉武帝他在位的时候呢，特别是在他前期政治上是非常统一而且和谐的啊。当然，我们说在他之前的这个文帝跟景帝时期啊，确实也为汉武帝的统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啊。所以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上是统一而和谐的。而且经济很繁荣啊，我们后世啊流传后世非常有名的这个丝绸之路，也是在汉武帝的时期开启的啊。而文化方面，它是采取董仲舒所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因此呢，它是这个采纳表彰六经的这个制度，这样呢，这个。从之前的诸子百家争鸣的这种局面呢，到了汉武帝时期啊，就使得儒家的思想成为这个国家和政府公认的一个正统的思想。这是在文化上，而在军事方面，它也有很多的功绩，比如说开疆拓土啊，抗击匈奴等。这个是汉武帝他的文治与武功都是非常有名的因此我们看到，在抗击匈奴的过程当中就有几位很有名的将领比如说是卫青、李广就是汉武帝这个手下的这个名将，他们呢在抗击匈奴的过程当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后来匈奴称这个李广为飞将军很多年都不敢来侵犯中原，这个是李广那包括卫青也是如此这个是在宁夏这一带匈奴入侵的时候那么也是。这个卫青他去突围，并且呢，这个也都把匈奴人最后能够把他平定下来再来呢是霍去病霍去病呢，他是也是这个攻打匈奴深入2000多里一直打到祁连山。这一带，因此呢，有了这些这个汉朝孝武帝时期这几位著名的将领卫青、李广、霍去病这些人的这些将军的协助那么汉武帝呢得以呢很好的平定匈奴的入侵，再来包括张骞。通西域这个历史事件呢，也是发生在汉武帝的这个时期因此，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武帝时期他的文治武功都是非常有成就的
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了汉武帝的晚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战争啊，我们知道其实文帝跟景帝的时期啊，他之所以提出这个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因为这个秦朝末年的楚汉战争啊，使得老百姓他们的生产生活啊，受到很大的破坏，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让老百姓能够安定下来，发展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可是汉武帝晚年，就是因为这种频繁的战争，也使得老百姓的生活呢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个武帝他晚年呢，就反省自己的这种过失，就将轮台罪己诏，通过这个诏令呢，来反省他的所作所为，确实呢，这个没有文帝、武帝的时候啊，能够让老百姓的生活那么安定。其实我们从这一点看出啊，他的这种处处能够反省自己、检点自己的这种风范呢，确实也是可以跟尧舜禹汤这个时代的明君圣主相比，就是当民生凋敝，老百姓的生活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看这个君王他是反省自己啊，他并没有去怪罪别人啊。那么也是因为他的这种态度呢，使得后来能够重新恢复啊这种休养生息的政策啊，并且呢让老百姓的这些徭役啊、赋税啊也都能够得到减免啊，这样呢国家又慢慢的走向一个稳定啊。那么汉武帝的这个做法为后来汉昭帝和汉宣帝的时期能够再度中兴，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到了汉宣帝之后，汉宣帝过世的时候啊，他的太子刘氏继位，这就是汉元帝。在公元36年的时候，匈奴的郅支单于，那么郅支单于呢，他的名字叫忽图无私，他被大将陈汤在康居这个地方啊给杀害了啊。那么我们知道汉武帝的时候就是为了抗击匈奴，当时呢确实是不惜耗费了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到了匈奴郅支单于被斩杀之后啊，可以说所有的这个反汉的匈奴的力量呢就完全被剿灭了，这是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战争呢在这个时候就告了一个段落。那么到在汉元帝的即位的后期，他在位的后期，这个西汉呢就是由盛转衰啊，因为在这个时期呢有产生了许多的社会矛盾，包括这个土地兼并这种状况非常盛行，中央集权慢慢的衰落，他没有办法像西汉初年文帝、景帝、武帝那个时期呢这个政权那么稳固，并且呢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的矛盾也加深，所以在元帝之后啊，这个西汉王朝慢慢的走向了衰微。那么最后到了汉平帝的时候啊，就出现了这个王莽篡汉的
这个局面。好，这就是我们三字经的经文所说的智孝贫王莽篡。在汉平帝的时期，王莽他当时是大司马，担任这个职位。那么王莽他弑君篡位，而在《史记》当中还记载着汉朝初年的一段非常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就是当年汉高祖刘邦他在芒砀山起义的时候，他是斩蛇起义呀。结果呢，当刘邦把这个蛇斩断之后，手下就看到有一个老太太，她就坐在地上在那里哭泣。那么老太太说呢，赤帝之子将他的儿子白帝之子给杀了。那么这个赤帝之子指的是谁呢？赤帝之子指的是刘邦，那么白帝之子就是这条被刘邦给斩断的蛇。而根据民间传说就是刘邦把这个蛇给斩杀之后，这个蛇，因为我们知道蛇它的嗔恨心是很重的，所以它阴魂不散，就在空中叫喊要他还命，要他还命。这个时候刘邦见到这个情形，就跟他说深山之内哪有命还呢？到平地再说吧。结果这条蛇他就记住了这句话，所以等到平地就是汉平地的时候呢，再来还命。于是到汉平帝的时候，这条蛇呢它投胎转世就变成了王莽。王莽果然呢就毒杀了刘邦的后人，就是汉平帝。那么虽然这是一段民间传说，但是呢也体现了当时王莽篡汉的这样的一段历史。那么《资治通鉴》当中就记载是王莽杀死了汉平帝，这个是在音乐生老师在这里谈到，这是《资治通鉴》当中才有记载的。那么在这之前其实史书当中是没有这个说法的，之前的史书所记载的是汉平帝他是死于心脏病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王莽篡位他有这样的一段历史。那么汉平帝他继位的时候只有9岁，而他驾崩的时候只有14岁，所以王莽当时他立9岁的汉平帝为君王。那么王莽他自己呢是摄政辅佐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呢，王莽他做事非常小心谨慎，看起来特别谦虚恭敬，甚至有人赞叹他是周公在世认为他辅佐年幼的君王。所以唐朝时期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诗，音元生老师把它引用在这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你看即使像周公这样有德行的人，他也曾经被人用流言蜚语来诽谤并且使得他和
周成王之间的关系一度很紧张。而王莽呢，他还没篡汉的时候啊，你看他整个人看起来又谦虚又恭敬，好像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忠臣一样。接下来白居易说啊，项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啊。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呢、要盖棺定论呢、他是说如果当初周公也好或者王莽也好死得很早的话呢，那么他一生的真伪一生的功过又有谁能够评价和论断呢？你看假如周公当时被管叔和蔡叔污蔑，他要谋反的时候死了，或者是王莽在没有篡位之前，那时候人们还认为他像周公一样，如果这个时候他死了，那究竟谁是善恶中间就很难分辨了。这是白居易的一首诗。那么后来呢，王莽他又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刘婴，在公元八年的时候他废了刘婴，自己做了皇帝，那么改国号为新，这就是新莽篡政，他在位有17年的时间。那么到了后来又是天下大乱，四处起兵就反对这个新莽的政权，所以汉朝皇室的后裔刘秀他在河南南阳这个地方起兵。那么像这个云台28将啊，都来帮助刘秀反对王莽。这就是后来刘秀呢他就成为了东汉的第一位皇帝，这就是他复兴皇室，推翻了王莽的这个统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雪宫老人的中国历史纲目里面，我们看到这里也有记载孝平帝的时期王莽篡位这段历史啊。那我们看到雪宫老人纲目的记载呢，还是有谈到王莽因那日禁酒，就是他在酒里面放了毒。那么当时孝平帝他身体不好，而王莽呢他就假称他要祈愿上天以他自己的身体和寿命呢来代这个孝平帝，结果后来帝饮酒崩。所以这段历史雪宫的这段记载呢是这个相信是王莽把汉平帝把他毒死的。所以后来王莽他摄政的时候称假皇帝那么他就继续迎立宣帝的玄孙孺子婴迎立他为皇太子。后来他又废掉了孺子婴自称为天子。所以王莽篡汉他立了这个国号为新，这个时候呢就标志着西汉的灭亡。这是在雪宫岛人的历史纲目当中记载的，还是确实是王莽把汉平帝给害死的。好，那么这个西汉的历史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大家接着看下面的这段经文。光武兴为东汉，400年终于现。
那么这一段经文所谈的就是汉光武帝刘秀，他起兵呢，推翻了王莽这个新莽的政权，复兴的汉室。那么因为刘秀他是汉室的后代，所以他建立了这个新的朝代呢，称为东汉，是建都洛阳。400年终于现，西汉和东汉加起来一共传了400多年的时间。那么到最后呢，是在汉献帝的时期啊，被曹操的儿子曹丕所篡废，于是历史呢又进入了三国时期。好，那么我们先从这个汉光武刘秀这段历史啊开始看起。汉光武帝他复兴了汉室，这段历史呢，这个新的朝廷就称为东汉。东汉时期一共传了13主，所以两汉加起来是439年的时间。最后曹操在汉献帝的时期啊，这个曹操的儿子曹丕篡位啊，东汉才宣告灭亡。好，那我们看一下光武帝刘秀。刘秀他是汉景帝的第七世孙，汉景帝就是文景之治的这个文帝景帝，当时的这个西汉非常兴盛时期的君王，所以刘秀呢是汉室的后代啊，他是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那么新莽就是王莽篡汉的这段历史也是搞得天怒人怨了，于是呢为了讨伐王莽，刘秀呢他就起兵，这个他的目的呢是要能够重回到汉室的江山。而在历史上记载呢，刘秀他的身材啊很高大，那么相貌堂堂，大口高鼻，就是他的长相呢自小呢就与众不同。我们说他能够成为开国的这个君王啊，他的相貌他的气度一定也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个相貌也体现出一个人的福报。而刘秀在幼年的时候啊，他很喜欢耕田，而他的哥哥呢从小志向就很远大，所以他觉得刘秀啊天天在那儿耕田是一个耕庸。那么刘秀他也觉得说这样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那种地啊也不是个办法，没什么出路，所以他就决定到都城去求学，就开始认真的学习尚书。结果有一天他到朋友家里去的时候其中有人会算命，他就说呢刘秀将来能够当天子。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怎么可能呢，所以都觉得很好笑，而只有刘秀他却说怎见得不可能呢，可见得呀他也是有远大的志向，只是人们没有看出来而已呀。到了刘秀28岁的时候，他就帮助他的兄长起兵来讨伐王莽，
结果在起义的过程当中，刘秀呢，他有许多的战功，因此呢，这些士兵啊，有许多来归附他，这个人呢，就越来越多。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诸将选了一个比较无能的这个刘玄为汉帝，在昆阳战争的时候呢，就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那么因为刘秀啊，他们兄弟呢有很多战功，所以他们的名声啊就一天比一天要盛。那么这个时候刘玄就觉得很害怕，于是呢就把刘秀的哥哥给害死了。那么刘秀他非常的伤心，可是他又不敢动声色，所以后来刘玄呢就封他为武信侯。等到他们攻下洛阳的时候啊，刘玄呢就让刘秀来整修洛阳的功夫，修成之后啊，刘玄呢就进到这个宫廷里面去。那么当时呢，三府的力士在迎接刘玄的时候啊，就看到他的部下穿的衣服呢就跟妇人女子一样，那么就偷偷的笑他。可是看到刘秀的部署的时候啊，大家呢都对他非常赞叹，觉得说想不到在今天又看到了汉官的威仪，所以后来的人心的归向就产生了变化。人们呢心里都向着刘秀，而不是向着刘玄。那么后来呢，刘秀他得到了邓禹的帮助，所以就扫平了这个各种乱象啊，就登基为汉光武帝啊，这个就是东汉啊，也叫做后汉啊。那么刘玄呢，他因为懦弱无能啊，没有什么建树啊，最后呢，这个他当了两年的过渡皇帝之后啊，最后呢也是被人给害死了。那光武帝刘秀他也是一位非常年轻有为、励精图治的一位君王，他深深地了解西汉亡国的这段历史，所以他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啊，他就特别小心谨慎，因此呢，体现出了一种忠心的气象。那么到了汉明帝的时期，崇尚儒道，建云台，也画了这个云台32将的遗像呢，来对他进行表彰。那么在汉朝孝明帝的这个时期，就是汉明帝的时期啊，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首先呢，是佛法传到中国来，就是在汉明帝的时期。因为汉明帝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雪宫老人的历史纲目，这里有谈到东汉的外交，就是谈到孝明帝和孝和帝这个时期的，一些历史的贡献。那么孝明帝时期佛法传到中国，就是汉明帝他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就梦到金人，夜梦金人，那么金人的身上有光，并且呢在宫殿当中飞行，于是呢他醒来之后就询问大臣，究竟他所梦的金人是谁。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博士
叫做傅毅。他就近年说呢，明帝呀，他所梦到的应该是这个佛祖释迦牟尼佛，应该梦到的是佛。于是呢，朝廷就派特使啊到天竺去求法，到这个肉之国啊，这个时候就遇到了摩腾和竺法兰这两位法师。于是呢，就以白马驮经的这种方式呢，把这个法师请到了洛阳同时呢，这个白马也驮来了许多的佛教的经典。那么最开始呢，这两位法师是住在洛阳的鸿胪寺。那么鸿胪寺这是古时候呢，掌管这个古代的时候掌这个朝贡啊、庆吊这些典仪的一个官署，所以是临时先让他们住在这里。那么之后呢，又新建的白马寺，所以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庙啊，就是在这样的因缘当中建立起来的。那么为什么叫做白马寺？这是中国人有知恩报恩的这种美好的品德，就是感恩白马驮经这样的功劳，所以称为白马寺。于是呢，请来的这个法师呢，也就得以在这个寺庙当中安住下来，并且专心的传播弘扬佛教的经典。这是汉孝明帝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再来呢，他还平定了西域，所以班超通西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这是班超他带36人来到西域，就是到了今天的新疆迪化这一带。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对于汉朝能够平定西域呢，是起到了很重要的这个历史贡献啊。好，这是这个汉明帝这个时期他的这个，特别是在外交这个方面呢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成就那么特别是佛法传到中国对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思想各个方面呢，就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和我们中华文化呢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所以影响到了我们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佛教它确实作为一种教育最初呢也是靠着这些经典千里迢迢的运到中原来并且进行了翻译才使人们真正的认识到佛陀教育这个至善圆满的教育。那么之后呢，佛陀教育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且发扬光大。那么当然这个是后话了，一直到从汉朝一直到唐朝一直到清朝，这个1000多年的这个时间呢，这个佛陀的教育呢在中国确实是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一代一代呢都有许多高僧出现。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汉朝这个初年的这个历史。那么我们看到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
那么这段历史也称为光武中兴，所以这个刘秀的谥号光武，这个意思是说呢，他能够光复汉武帝的基业。因此在汉朝初年，有七个皇帝啊，确实是令人非常称道的啊。这是西汉时期，西汉时期包括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还有汉宣帝。那么东汉时期呢，是光武帝刘秀，还有刘秀的儿子汉明帝、汉明帝的儿子汉章帝。那么他们呢，都是很有建树也很有成就的。所以东汉他一共是传了12位君王。到了公元220年的时候，那么曹丕呢，他废了汉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东汉呢才宣告灭亡。东汉和西汉加起来是400年的历史，到最后一代汉献帝的时候呢，那么才被曹丕废掉了，宣告了东汉的灭亡。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引用一段啊，《21史谈辞》当中的说秦汉。那么《21史谈辞》啊，这是杨慎所写的。杨慎呢，他是明朝人，那么可以说他是属于官二代啊，就是他的父亲啊，他的祖上啊，在朝廷里面呢，都是担任大官的。所以杨慎他本人也是非常有学问，在明朝正德年间呢，他参加廷试考了第一名，受修撰这个职位。但是后来呢，因为朝廷的这个政治风波，最后呢杨慎啊被贬到了云南。那么终其一生啊，后来几乎都是在云南度过了他人生的这个岁月。那么作为明朝一位非常著名的才子啊，他在政治上呢不得志，但是呢他却留下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作品，其中就包括《21史谈辞》。那么这段谈辞啊，说秦汉临江仙呢，这段谈辞我们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段谈辞被后来被引用在这个《三国演义》的这部章回小说的开头。所以我们实际上呢，大家看《三国演义》啊，会觉得说这段谈辞好像是在说三国啊，可是实际上呢，杨慎在写这个谈辞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词写的是秦汉啊。他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好，这段谈词所描写的就是秦汉的时期的这段历史。你看，是非成败转头空，像他这段词啊，其实既是写他自己的人生啊，也是写的这段秦汉的这个风起云涌的 这种历史。所以我们读这段谈词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非常苍凉悲壮的感受。
就是在秦朝和汉朝这样的历史背景当中啊，我们来读这段话啊，它既苍凉悲壮，同时呢，它又营造出一种淡泊而宁静的气氛啊，所以这个呢，既是历史的啊一种反应啊，也是作词之人他心境的一种真实的写照。所以在他描述历史的过程当中折射出一种非常高远的意境，就是他的心境啊已经超乎这个历史的风雨啊风起云涌的这种成败当中，所以就营造出一种高远的意境，并且从历史的角度这个格局去感受人生，他就能够领悟出一种非常深邃的人生的哲理。所以我们啊想想看，杨慎他也是从小啊生活在这个啊衣食无忧的环境里面，家里的家人呢祖上呢都是朝廷的大官，可是他自己的一生啊却是因为政治的一些动荡，所以呢被流放到了遥远的云南。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因为人生的失意而感伤，反而呢他通过自己的人生经验呢再去看待历史，看待人生和社会种种问题的时候呢，他却体现出了你看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种意境淡泊凝滞的这种感觉啊，是他从这种历史的分段当中跳出来所领悟的一种人生的哲理。所以这段词啊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在描述历史当中是最让人称赞的一段谈词。那么我们日后呢还会再引用他二十一史谈词的其他的这些作品，我们在日后再去看其他朝代的历史的时候，杨慎也有许多精彩的这些词作啊。确实呢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再来看他的这个作品呢，确实让我们对于历史和人生呢也会有完全不同的一种体悟。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了三国的时代。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的这一段经文。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气两晋。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讲的三国时期的一直到两晋的这个历史。魏蜀吴，这个魏呢是指的曹魏，也就是曹操和曹丕所建的曹魏。好，蜀呢则是刘备所建的。那么吴这是孙权，所以魏蜀吴是三分天下，他们当时是互争汉家的天下，那么在历史上呢就称为三国时代，号三国。气两晋，三国时代什么时候结束呢？是到了晋朝司马炎这个时期灭了三国，于是呢就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后来又因为五胡乱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所以晋呢就把国都迁到了江南的建康，这个就是东晋。所以两晋呢是包括了西晋和东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魏蜀吴，先来看曹魏。那么魏蜀吴
这个三国时代啊，首先呢是这个魏指的就是曹魏啊，魏主曹丕呀，就是曹操的儿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曹操他本身呢是一代的奸雄，他的心肠是非常心狠手辣的啊，比如说，他就曾经说："宁可我负天下人而不许天下人负我。"那么这一点呢，他的儿子曹丕很好的继承了他父亲身上的这种残忍的特性，甚至于我们看到啊，在历史上大家都很熟悉的七步诗。就是当时呢，这个曹丕呀，和他兄弟之间的这个斗争，这个七步诗是曹植所作的啊，其实是用这个诗来比喻啊，他们兄弟之间互相残害的这种痛苦跟无奈啊。这种心情，那么当时曹丕他为了争夺这个王位，所以呢不惜杀害自己的手足兄弟因为曹植是他的弟弟那么曹丕就限定他在七步当中要做成一首诗，否则就要杀了他。于是曹植在情急之下七步成诗，最后呢才没有被他的哥哥杀害，但是呢从此之后啊也被他幽闭囚禁起来。那么历史呢就是一段因果，我们看到后来曹丕他的儿孙呢下场也是相同的。你看曹丕的子孙后来是被司马炎给迫害的，那么这个方法和当年曹操迫害汉献帝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因果啊，真的是非常可怕啊。好，那么曹魏呢，他一共是传了5代的君王，他存在的时间有46年，这么长时间。那么再来是蜀，魏蜀吴，蜀国的君主是刘备，刘备呢，他也是汉室的后人，他是汉景帝的后代。那么蜀他是建都在成都这个地方，那么刘备啊，我们很熟悉啊。所谓桃园三结义，刘备他曾经跟关公还有张飞在桃园三结义。那么有了关公和张飞的辅助，加上呢刘备后来三顾茅庐，就请诸葛孔明出来呢帮助他呀来治理天下，所以呢。才使得蜀汉呢，在三国鼎立的时期呢，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关羽的生平。这个关羽啊，也就是关公，大家对他很熟悉那我们知道他是生活在三国的时代曾经和刘备、张飞曾经在桃园三结义那么关羽呢，他字子长本字长生，后来改字云长。所以关云长也就是关羽，他是河东解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这一带山西人。那么在历史上记载
最初呢，它是在涿郡，也就是今天的河北这一带啊，遇到了刘备和张飞，并且呢，他们桃园三结义啊，后来呢，关羽啊就和张飞一起辅佐刘备啊，帮助他成为蜀汉的开国的君王。那么蜀汉他收复江南的诸郡之后呢，关羽他是守在襄阳这个地方啊，他西定益州啊，都荆州市啊，拜前将军。所以他打败曹仁之后啊，关公的这个名声啊确实是威震一时。所以在刘备的手下呢，关羽他确实他的战功是非常卓著的，但是可惜的是呢，后来孙权他采用了这个吕蒙的计策，所以攻破了荆州。那么在这个战役当中呢，关羽和他的儿子关平啊都遇害，最后是被追谥为壮缪，在宋朝的时候呢加封他为武安王。明朝的万历年间呢是追封他为挟天护国忠义大帝。到了民国年间，这个武庙当中呢，人们所供奉的就是关公和岳飞，这是体现出了在他身上具有一种忠义的精神与节操。他生前就是具有特别卓越的武功，而且非常的勇敢，这是关羽的特质。所以说这种勇而有义的这种英雄的本质啊，这种特质被后人呢非不但在当时就是帮助了这个蜀汉的刘备啊能够打下天下，那么后人呢也对于关羽他的这种忠义的品德啊，后人也对他非常的恭敬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常常看到一些寺院和庙宇当中都有供奉这个关羽的神像。那么在佛教当中他也是一位护法神，所以说无论是儒释道这些庙宇呢都有供奉关羽的形象。那么其实呢，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关公的身上呢能够体现出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传统的美德，就是忠义的精神。那么当然呢，这种忠义的精神在不同的时期乃至在各行各业呢这都是为人们所赞叹和称道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关羽，这是帮助蜀汉的刘备啊打下天下的一位功臣。那么蜀汉呢，它维持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在刘备要临死之前呢，把自己的儿子就托付给了诸葛孔明这是他最为信任的这个大臣。那么当然诸葛孔明他确实也是鞠躬尽瘁啊，死而后已。但是可惜的是呢，刘备的儿子阿斗他并不成才不成器所以历史上有说扶不起的阿斗，指的就是刘备的儿子。他没有办法像他的父亲那样子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打下一片江山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沉迷于享受所以乐不思蜀这个就是讲的是刘备的儿子刘阿斗
于是最后呢，只好投降了晋朝，哈，那么这也宣告了蜀汉的灭亡，啊，所以蜀汉这个时期一共传了2代的君王，啊，只维持了43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三国魏蜀吴啊，它存在的时间呢，并不是很长。我们再来看看吴，哈。吴国的孙权，他建都在金陵，啊，金陵这个地方，啊，孙权呐，他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很大的优点呢，就是他喜欢任用贤能的人才，因此呢，这个吴国的力量呢，在当时呢，也是比较强大的。那么，其中他任用了一位很有才华的部将，叫做周瑜。那么，当时蜀国和吴国这两国，他们就曾经联兵联手来对抗曹操啊，对抗这个曹魏啊。而周瑜呢，他知道诸葛孔明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啊，但是周瑜这个人呢，他心胸有点狭窄啊，对于诸葛孔明很嫉妒啊，多次的为难他啊。但是诸葛孔明啊，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谋略的一个人啊，因此对于周瑜啊，对他的为难呢，他也都能够迎刃而解。因此呢，历史上啊才有这样的一句话啊，这是周瑜的感慨啊，所谓"既生瑜，何生亮呢？"啊，你看这上天生的周瑜，为何还要生这个诸葛亮？啊，其实这是可以体现出周瑜这个人，他虽然很有才华，但是呢，他的心量啊确实是比较狭窄的。吴国是传到第四主孙皓啊，这个时候投降晋朝啊，那么吴国灭亡，所以吴国存在的时间呢，一共是52年，因此这个三分魏蜀吴啊，这个历史呢，其实是比较短暂的啊，但是这段历史虽然短，可是这个故事却很精彩啊！如果有看过《三国演义》啊，或者《三国志》那么历史上许多精彩绝伦的故事呢，也都出现在这个时代啊，包括这个时期的人物啊，也都形象很鲜明人物很鲜活。你看诸葛孔明他的神机妙算啊，还有刚刚我们介绍的关公关羽，他的忠义的精神与节操，还有张飞他的豪迈还有曹操他作为一代奸雄他的这种奸诈你看在三国这种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当中他们的故事呢，也共同交织成了三国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所以一直到宋朝的时候呢，当苏轼在写一首词叫做《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时候呢，特别对于三国的这一段历史呢，这个很有感慨。这首词呢，也可以说是这个宋朝时期宋词的一个代表作，写的就是三国时期的这个历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当我们去遥望长江，赤壁的这一段景色的时候，大浪淘沙呀，多少的历史人物都在这个时代当中交错，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那么这个赤壁呢，也就是后来的这个赤壁之战的这个所在地。那么赤壁之战呢，也是三国这个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役。那么三国周郎赤壁，这个周郎就是指的周瑜。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你看，就在三国这短短的历史当中，却有许多的英雄豪杰人物在这个时期出现。那么，当然，这个是记载在《三国志》的正史当中。那后人把它写成《三国演义》啊，它的流传的范围更为广，让大家呢对于这一段精彩的历史啊，也有一个很形象的一个了解。遥想公瑾当年，这个公瑾指的就是周瑜，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那么小乔呢，就是公瑾的，就是周瑜的夫人。那么周瑜，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将领。羽扇纶巾，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你看，就是在这个战役当中啊，当他手摇着羽扇，头戴着纶巾，就在谈笑之间呢，就把对方这个强敌的战船烧得灰飞烟灭。这是说呢，他们在战争当中呢，善于使用这个战略战术，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那么当然呢，这个是苏轼在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也想到了自己的人生，所以在结尾的时候，他有一个人间如梦的一种感慨，当然有的版本也做人生如梦，这个人生啊，就如同一场梦。那么当然，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啊？你看这个三国赤壁的这个地方它依然是存在的，可是这段历史呢，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啊。一尊还酹江月这是。苏轼他说："且洒一杯酒，来祭奠江上的明月。"好，这是苏东坡当年写的一首词，就是来怀念赤壁之战的这段三国的历史，同时呢，也是来写他自己的人生，体现出他对于人生、对于历史的一种感慨，人生如梦。这个呢，可能也能够体现出，苏轼在他的思想当中呢，具有儒释道这三家的思想对他的一种影响，所以你看，多少英雄人物，多少的历史事件，到头来也只是一场空，也只像一场梦。那你说，你人生又要求什么，又要争什么呢？一个人在人生的舞台当中，也不过短短的数十年你看这段三国的历史你争我夺，到最后不也只是一场空吗？所以这个是词人在看待这个历史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感慨。那我们又为什么要为了这个名利呀，为了这个权利呀，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争夺呢？所以，我们如果看看历史对于许多的事情包括对于我们人生遇到的很多事，也都比较能够看破放下了，就不会再那么执着不会呢再那么愿意去追逐这些名利或者是权利
那么这些呢，也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种经验与教训。好，那这个东汉王国和三国鼎立的历史啊，我们还没有讲完哈，但时间已经到了。那么下一节课呢，我们还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哈，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气两晋。好，下一节课我们继续再来学习，谢谢大家。